这样，全天下的人记住，让他们看清楚，原来笔生柱是可以被虚鹰点亮的。虚鹰、神柱本来就是同一个吧。 玲珑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知道哪儿不一样吗？你可是我火徒信的姑娘，嘿嘿。当一个怪物的父亲，很辛苦吧？别提多自豪了。看看他们，你看看他们看你爹我的眼神，啊，多崇拜呀！你说，咱们的事儿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看热闹吧。行，今天就让你们看个够。玲珑，爹可要动手了。 喂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这是虚鹰，如果被它咬到了。 百年的谎言，这是他的宿命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。